从起就应该领起劲来，上下左右，身体带动手的运动啊。你看啊，我做一遍，你看手，你看起，你看二三，走的时候一定要上下左右都得要做到。所以说每一个动作走的时候沉肩坠肘是吧，都得要做到。所以说每一个动作千万不能就这么抡胳膊，一定要做的时候，一定要做的时候做到沉肩坠肘含胸拔背，类似于这样。你只有严格的按照规矩练，你才能练出太极拳功夫。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微信庞洪国的拼音，进入我的微信群